你看过那个绿皮书吗？我看他们一边吃鸡块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在 drive， 我是不是这样？我是不是这样？现在我们是去一个休息站是吧？嗯。哎，我其实很想做一个事情，你看过那个绿皮书吗 ？Green Green Book。嗯。那我看他们一边吃鸡块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在 drive， 我还挺想做那个。Take it， 干嘛嘛干嘛？What do we do about the bones? We do this. This is what we do. There you go. When you see them, pick it up, Tom. Nature takes care of the air. Pick it up. Ah, jeez. 你不说我都没想到这个。蛮有意思的。可以。我觉得会有鸡块卖，你可以试看看有没有鸡块卖。希望这里有鸡块，我们去买鸡。哇 ，hot dog， 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 hot dog。你要吃吗 ，hot dog？ 我想先吃鸡块。鸡块，我们去找一下鸡块。那鸡块在哪？咖啡。哦，没有鸡。都是 burger， 那我们再看看。哎，那个，看一下是不是鸡？哇，这不是，这不是牛肝，这不我以为是酱板鸭哎。Excuse me, you have fried chicken here? Oh, sorry, thank you. 没有鸡，做不到我们想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但是我有一个芯片，我想去寻找鸡块。鸡块，行，我们去找炸鸡。好了，走，希望这里有炸鸡啊。我们不是去找炸鸡吗？这还不是没有 fireworks 什么 fireworks？ 烟花。什么东西这么香啊？什么东西这么香啊？炸鸡？不可能，这刚刚没炸鸡啊这儿。哎，我刚刚闻到一个炸鸡的味道哎。对啊，我也闻到，但是里面没有炸鸡卖啊，没开呢好像。为什么刚刚突然那一秒飘来那么香的炸鸡味道？是为什么？我的天，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炸鸡，但是没有在找到炸鸡的情况下面，我们一直找到各种新东西啊。哎，这里有什么名堂？是不是要吃什么？一边吃炸鸡，然后一边……哎，还真的有炸鸡，真的假的？真的有炸鸡。Excuse me, can I have the menu of the food? I'm sorry. Menu for the food? Yeah, I've got it right here.This one? Oh, thank you. 要吃什么？炸鸡吗？ Just so you guys know, they're just not on the menu. Okay, sure.我们的炸鸡梦要圆梦了吗 ？Hello, excuse me. Go ahead. Can I get one bucket milk? The 16 pets. 你还有什么吗？不用了。So I have 16 pieces. Yeah, 16 pieces. Thank you. 所以有多少个鸡块啊？
16块。16块够吃吗？它是给8个人吃的。哇，那种大的那种鸡胸肉那种鸡块没有吗？就是那个。Thank you. 29. Thanks. Thank you so much. You too. Thank you. Thank you. Wow.感觉我们在拍绿皮书，因为这块鸡啊，哇，好烫！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嗯，好酷，好烫。反正炸鸡还是要在这种地方吃才有感觉。嗯。这个鸡块为什么可以往外面丢啊？那个是电影的效果。那这个鸡肉骨头往外丢是不能丢？不能丢。嗯。那我刚刚丢了那么多，那我去把它捡回来。哎，这里有没有塑料袋子？给我一个塑料袋，我把它捡回来。来，给垃圾袋。嗯。还丢在哪里了？我们已经体验过这个丢鸡了，所以我们俩现在出来捡捡鸡，射鸡，丢了鸡，再捡鸡。看来美国电影都是骗人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美国60年代文明程度不高了。好嘞，捡完了。捡完了。对啊。那我们走吧。好啊。哇，真的学到了哎。哇。吃完了又开始赶路了。走，其实还可以买冰淇淋的哦。在美国的第5天，我终于达成了吃炸鸡的愿望。生活就是这样，当你为一个愿望等待很久，实现的时候就会越开心。这是生活的小确幸，我喜欢这样的小确幸。